劈叉了，就是个。 挺好，这回没那么疼，就第一次那个扎的是吧？扎的那啥了。扎翻个了都。那是真疼。嗯，他后期就好了，就头一次疼，头一次太严重了主要是。那太严重，那给我后完没哭腔，那扎的可疼了，一碰都疼。对呀，他现在哭起来就没有什么很大感觉。嗯呐，就跟咱这边稍稍有点呢。嗯，都有一点点。嗯，好了。